哦，后面是比较多那个交叉的。你们稍等一下，明明它比较特别的是，它的这里是车起来的，所以它这个交叉是不会跑位的。它这个是有车起来的，就是你不用一直在那边调，让它这样交叉，它是本来就缝好，所以你只要顺好它，顺好它就长这样。它那个交叉会变得就是有些三角会很大，对，因为它线其实蛮多的，如果没有把你车，就会看起来蛮乱。对，它现在就是刚刚好，就是简单的三个基本色。对对，三个，我的是奶茶，然后还有黑白。黑白，奶茶就是比较偏肤色的感觉，对，偏肤色。我觉得这个搭羊露背的洋装的话，就会很好看。是固定背背，上了白色的，也是很亮。这个美背款的，可是它就真的比较局限于小熊女孩哦。啊，这个话就是三个色，它下面这有一个宽宽的设计，对，然后。就是很漂亮，对啊，因为它这个美背款真的有太多露背的衣服，不知道怎么搭的时候，你就是可以这样子拍上去。是的，这个也是，我觉得也是在32、32、34以下，对，三十，因为它是没有办法调整它的那个宽度的话，可能就会比较紧。因为只是穿32，他说它上就是蛮紧的了，所以就是真的适合骨感女生。对，好，然后奶茶呢，这里里面内装给你看一下哦，它也是。跟那个，但它比较不同的是，它是下面有多了两条这个，对，然后它一样是有那个透气孔的连杯哦，所以它穿上去真的是非常的服帖，又很有安全感。然后跟这里这样，对，那一样是那种冰丝凉感的材质，夏天穿不闷热，不闷热，而且又很好搭，很爽。它这样穿起来我觉得蛮无痕的，如果穿那种很贴的上去的时候，对啊，对，前面啦，所以后跟后扣款可以任搭两件，然后它后面算是就是比较多线条，对，设计感比较重的。